你这又通宵工作不回家？你管我呢？这些破烂，死沉呢。走了。哎，有事儿、啊？你一会儿有事儿啊？不是，你有事儿你就说啊。那啥，咱上车聊呗。真磨叽，还那样，一点长都没有。啥事儿？啊，那没啥事儿，就是想跟你坐一会儿。你到底有事没事啊？我得上班啊，我加班去。那啥，哎，那个，前两天你给我妈打电话了？啊？那说啥没有？没说啥，就是过生日嘛。你记你这么多年，生日都我陪她过的，然后她给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啊，那然后呢？咱俩的事儿。然后啥？我就说我忙嘛。打的我、啊、要不我现在给打个电话，我跟他说说咱俩。那啥，你不是也没带电话吗？哎，我回哎那啥，别说，你别让他担心，那么大岁数了。没其他事，我走了。那啥，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呢？不是，你这跟谁学的？欠儿欠儿的。这夸你吗？早咋不夸？早寻啥？现在想起来我好了。啊，一直都好。我走了，你自己回忆吧啊。哎，干啥、啊？跟着我干什么？什么感觉？现在啥感觉？啥感觉？烦你！哎，你烦我干啥？不是你跟着我干啥？你害怕我呀？你躲角里干啥呀？我陪你加班吗？你陪我加啥班啊？我单位都是人、啊。都是人呗，那啥不正好见一见吗？介绍我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这欠儿欠儿的呢，你早寻思啥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这样式的晚了。哎，等会儿我。回来了啊，回来了姐。回来了姐。哎，咋了？真的挺不行。你就坐这儿啊。哎，你劲儿还挺大。我先忙去。别可哪都穿车上呗。行，去呗。就躺这儿吧。哎呦疼。哪块？哎呀，快走快走。哎，不是你推我干啥呀？你快走吧。我走哪儿去啊？我那你可别在这儿烦我了。谁烦你了？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不害怕呀？那么大办公室，我在这陪你休息休息呗。你在这儿，我给你妈打电话了啊。你给她打电话干啥呀？哎，妈。